创普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啊！他不仅这个治理这个新冠疫情不利，整天挑动这个黑白之间的这个种族仇恨，美国被分裂的四分五裂，种族歧视严重了，疫情250万人感染，死了12万人，这种孤魂野鬼满街乱跑的情况下，他还跑到那个图上去开助选大会，丢脸了，100万人只来6200，结果后来又跑到那个 Arizona 去做这个什么，搞了一堆什么傻逼学生在那里说什么，说中 coronavirus 是中国病毒，他又发明了一个新词叫空 flu，就说是功夫病毒 ，What the fuck！ 创普这种人真的是个十恶不赦的混球混蛋的 douchebag， 他真的是全家都死光都不解心头之恨的。创普真的是他如果十月落选，他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啊！